大家好，我是张继科，先祝王者荣耀生日快乐，祝大家玩得开心，玩得尽兴。关于今天的福利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今天是周年庆，当然有很多福利，我也给大家带来一波福利，那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运气了。代表玩家们问下继科，因为不论是游戏还是比赛中，队友都很重要，所以你有遇见过哪些奇葩或者给力的队友吗？浪啊，明明一个队伍阵容搭配特别好，但偏偏遇到一个只会打野，不参与团战的刺客。有句话怎么说，兄弟，你不杀人是因为信佛吗？科科还有什么想要对大家说的吗？希望大家多一些给力队友，一起走向胜利，也欢迎大家参与你遇过的神奇队友的话题互动，在下方留言你与王者荣耀的故事。王者荣耀2017周年庆，跟我一起全新出击。